Hello，Hello，大家好，今天我吃的是这个是炸酱面和炒年糕，这里面还有鱼饼，这个就是我混搭的，因为家里面就剩一包炸酱面，然后这一包年糕条，单独吃每样的话有点吃不饱，所以它就诞生了，混合装。然后这个是炸芝士棒，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松饼，酸奶松饼，其实做回了很多个，就这三个是成功的。好吃，配着这个蜂蜜，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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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末酱，对吧？对，蜂蜜芥末酱更好吃。这个长条条是鱼饼，这个长条条是年糕。这个是芝士年糕。这个炸酱面的味道很丰富，单吃炸酱面的话它不是不辣的嘛，现在加上这个辣炒年糕之后，它就变成那种甜辣甜辣的，还有炸酱面的味道。我可真是个小天才。喝一口小七喜，干杯！这个是那种半成品，然后回来自己加热一下就可以了。真的好好吃啊，这个。
大家可以试试看。正好单吃辣炒年糕的时候会有点辣，这个芝心年糕的奶香味好重。没有拉丝，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很多。你们有这样搭配过吗？年糕，最后一个我准备把它挤满。哇，太满足了。啊，吃到后面还是挺辣的。为什么吃辣的东西越吃到后面就越辣呀？反射弧太长了我。说真的，这个真的超出我的想象，所以我才这么开心。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哎呀，这个视频得毁，可能不好吃，谁知道呢？你有的时候用心做一个东西，做出来怎么不好吃？你随便一做，怎么这么好吃？
轮到吃这个松饼了。这个松饼就是也没有泡打粉，然后基本上什么就没有，最简陋的松饼，就鸡蛋、糖、面粉，然后酸奶，没了。嗯，但这个其实是好吃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是加那个酸奶进去拌的嘛，所以它就整体吃起来就是有那个酸奶的味道，然后是那种蛋香特别浓，加了两个鸡蛋，一勺糖，三勺面粉，其实还蛮好吃的。这个算饭后甜点，在家的时候大家觉得无聊吗？我一到那个下午的那个点，我就特别想吃东西，想吃饼干，想吃零食，想吃这种甜点、蛋糕、奶油，好烦。跟大家说一件很乌龙的事情，就是前几天我的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这个左耳突然听不见了，真的就是一瞬间就听不见了，然后试了各种方法，什么憋气，就是那个什么憋气，按摩，什么就是还有这个，还有什么把头放在那个双腿之间，什么低于什么膝盖，什么各种方法，我从知乎看到微博，再看到百度，就看了很多。都不行，他那个症状就像是坐飞机，那个起飞跟降落时候那种症状，就像耳朵有一层布蒙起来的那种感觉。当时奇怪就奇怪在我既没有洗澡，因为我洗澡的时候很容易进水啊，我的耳朵进水完之后，我就用棉签会把那个水吸出来，这个是错的，大家记住，错的。我为什么错的，后面跟大家讲啊。当时也没有在掏耳朵，就什么都没有做，突然就听不见了，就咽了个口水的时间。耳朵突然就像关了一样，就只能听到那种很朦胧的那种声音，然后还有一些耳鸣，就像蝉鸣蝉叫那种。当下我没有怎么当回事儿，因为其实我耳朵经常会进水，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觉睡醒第二天依然没有好，我就慌了，我就赶紧去查啊，也是从百度查到知乎，然后再查到微博，各种查，查了之后怕的要死，最起码得住院，还可能会聋，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恐慌恐惧不安中度过，晚上也不敢睡，怕自己随时会聋，再也听不见这世界上美妙的声音。第二天早上6点我就去医院排队去，当时我往那边一坐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开始帮我检查耳朵嘛，就刚放进去检查，不行，你这耳朵异物也太多了，根本看不见。他说有可能是因为耳屎太多堵住了，你要把耳屎清出来之后才能看到底是不是中耳炎或者是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就给我滴了一个那个软化耳屎的，滴完之后等了30分钟，他就去帮我清洗耳朵了，清洗到一半我就懂了，真的是耳屎太多堵住了，因为清洗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能听清了。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耳屎的堵住了，因为我平时还蛮经常掏耳屎，因为我耳朵经常进水嘛，我会用棉签先把那个耳朵那个水给清理一遍之后，再用那个挖耳勺再自己挖一遍，我都没挖出来东西。后来才知道这个棉签是真的是不能用的，我那个东西应该就是棉签就是怼进去的那个耳屎，就是怼到里面去了，所以就是日积月累它就真的就给堵住了，就变得越来越硬，然后越来越多就堵住了，然后我就听不清声音了。反正在我等待那个耳朵里面的耳屎软化的时候，就是有其他的病人来看嘛，大概来了4个人，这4个人都是吃鱼卡到了，也学到一个重点，吃鱼卡到千万不要用那个什么馒头啊米饭啊带下去，千万不要这样。医生就说那个食道和那个心脏靠特别近，就是就算你可能把它带下去了，它有可能那个是横在那个地方的，就是在你食道这边就是穿过去，然后会对你的心脏有伤害，所以大家不要随便的带。那个我看那个医生那个挑那个刺儿，简直那个手法不要太娴熟啊，大家真的不要在自己在家里面送水送醋送馒头，他说这些都不要带，就是都不要试，
就是如果卡一次尽快去医院就可以了，这个是那天新学的小知识啊、哦。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很冷门的事情，就是当时在清洗耳朵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凉的那个生理盐水吧，应该是生理盐水，我也搞不懂，就是帮我清洗的。凉的水进到耳朵里面人会晕的，当时清洗完这个左耳之后我站都站不起来，就天旋地转。当时他在跟我清洗之前的医生还跟我确认了一下，问我晕不晕车，我说哎，你清洗耳朵跟我晕不晕车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又把我的右耳给清洗了，右耳清洗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生理盐水给加热了一下，就是用热水泡了一下，然后就不会晕了，是件好神奇的事情。